买包烟，老板。哦，好啊。还有两瓶酒。哦，好，两瓶酒。看看多少钱？一共8600块。那微信支付。微信支付是吧？好。那你看。真一，好生意啊。啊，对对对，阿丽。你不会玩手机，我帮你看看到账了没有吧？阿姨啊，这微信钱不够，我等一下过来买啊。啊，大力，刚刚那两个人是骗子，你看，以后啊，记得看清楚，这里到账了没有？哦，知道了吗？走了。好。这么好的警察苗子，怎么就考不上呢？啊，2块钱，亮点。啊，谢谢啊。站住！找死是不是？维护社会稳定，打击不法分子。你是警察？不是。不是，你还多管闲事儿？你们这样骗人是不对的。去你的！别动！等我先离开。哎，住手！又来一个多管闲事儿的。不，有武器！啊，放开我！臭娘们，太厉害了！什么？放开我！他们是骗子，有武器很危险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你是警察？我就是。他过来！我想你们对他不会陌生，他就是这次高市慈善捐款晚会的保护嘉宾。大家对这次的保护行动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。何雅雅，你负责这次的保护行动。是。散会。何雅雅，你留下。哦。你爸他真是厉害啊。那您当年为什么不嫁给他？多事，还不出去工作。哦，是规矩。你去前面看一下。各部门留意。20几年没见，还是那么漂亮。你知道我穿成这样，还不是为了保护你这个大慈善家？我都不习惯这种打扮。不是啊，这样穿挺好看的。你还笑我？时间过得真是很快，一眨眼就10几年。以前我们和阿勇一起考警校，一起被分配工作，现在各据一方。你还在自责？阿勇的死跟你没关系的。郭姨，爸，为什么穿成这样啊？好像女保镖那样啊？哎呀，爸，您要注意形象。哼，怕什么？你是我的女儿吗？哎呀！人家在执行秘密任务，
你怎么也要支持一下嘛。好啊。哎，你们可以进去，不行的。送外卖没事的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就是个送个外卖，不好意思，不能进，真的不能进，真不能进。谁点的外卖？谁点的外卖？外卖！吵死了！喂，外卖啊，谁的？谁起？外卖！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是让你送到外面吗？你怎么送进来了？原来是你点的，我刚在这里等了很久了，所以才送进去的。郭姨，你也在啊？大力，你怎么还是那么鲁莽啊？他是阿勇的儿子。大力，何叔叔是你爸爸以前的同事。哦，原来大名鼎鼎的慈善家是我爸的同事啊。何叔叔好。何叔叔好。你真的很像你爸爸。他呢是一个当警察的好材料，不过可惜就是胆小，一见到老鼠蟑螂就怂了。郭姨。啊，不会吧。你好，我叫何雅雅。你好，牛大力。上次不好意思啊，没想到你真的是警察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儿很明显啊。啊，我这个女儿啊，我还真管不了。你又闯祸了。谁让他注意我的装备，大不了等看到合适的我再还他一条。没事，便宜货，没事的。我有点事儿，是陪一下。嗯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何总，这么忙，这传话就给我运了吗？想做亚洲区的老大，还没轮到你。这个是麦迪卡将军送给你的礼物，慢慢欣赏。你这些年来全部的交易记录，你觉得时至今日可以要挟到我吗？那还有你女儿呢？敢碰我的女儿，我杀你全家。走。耳环不见了。我知道了，你最后一次接到死者的是什么时候？啊？啊，最后一次看到耳环的是什么时候？12:15。当时在干嘛？去饭店哥。什么时候发现耳环丢了？12:45。当时在干嘛？剔牙。
我接到了，这就是答案。哎呀，好久没跳了，累死了。哎，你看前面那个女生是不是看着我呀？应该是我粉丝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叔，你哪来的自信？不相信是吧？那我们打赌，赌什么？煎米糕，两份，四份，八份，十份。成交。你是文叔吗？我就是啊。哎，嘘，什么都不用说，我懂。嗯，我是来收服装费的。嗯，叔，真的找你的，我去送外卖了。改天，改天。臭小子，别跑啊！等会儿，站住，别跑！哎呀，还要追！给我站住，别跑！华叔，可以停了吗？可以了，哎呀，可以了！华叔，用得着那么抠吗？租衣服的钱老不给别人。哎呀，不是这样的吗？能把你带到吗？哎，真是的，哎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警员编号001，牛大力报道。休息。爸爸，长大以后我也要当警察。我们牛家的后人，长大之后就要当人民警察，保护人民，维护正义，知道吗？是。怎么了？又想起你爸了？没事，吃饭吧。哎呀，我肚子也饿了。叔啊，要是我以后当上了警察了，你这种老赖，我是该管还是不管呢？哼，你能当上警察再说吧。哎呀，快点了，我肚子饿呀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来。啊。哎呀，哇，真香啊。住开！不要过来！别动！别动！放了他！你给我放了他！你们放过我吗？你的两个同伙已被我们制服，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！不要过来！再过来我就杀了他！不要过来！上！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吧？谢谢你啊！没想到力气蛮大的嘛。要不怎么叫牛大力呢？哎，你这块是蛮好看的嘛。是啊，我也挺喜欢的。谢谢你啊，你眼光真好。嗨，不客气。那我去忙了。哎。
东西在哪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知道了就找回来。好球好球，何董不愧是高手啊。张，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何董，这是全算我的，算我的。阿志，慈善之路的1000万，帮我转账过去吧。明白。这点小事包在我身上，希望何总把这个机会留给我。你陪我打完这一球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好，不要动。何董，阿九和石仔已经抓到了，就凭他们俩，没这么简单。这个不知死活的，你陪他玩一下。好的，拿回那个钥匙就可以了，不要杀他。是。这次救了你一条命。谢谢，这个我会做的。九哥，是他。等一下，他走到路中间，我们把他撞倒，把东西拿完就跑。九哥，九哥，撞了，撞了，九哥，撞了！你那忍心吗？先生，健身吗？健身不用了，力气我有的是，而且健身这么贵。先生，我们店做活动，第一期都免费的，可以健身，还可以学搏击哦。免费这么好啊？嗯，行。下班来看一下。好啊。喂，帅哥。哇，你看帅呀。对呀，好帅呀，你看我帅哥。这里有来历。你们也是来学防狼的？嗯，是啊，人家楼下那男人老是盯着人家看嘛。对呀，应该的。哇，帅哥！是啊，对呀，对对，帅哥。今天就有男士来学习防狼术，那我们请他上来和我向大家示范一下。哎，别别别别！好，好，别别别别别别！好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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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来上去嘛！哎呀，快去了，上去，上去！哇！你来攻击我？真的？我打你啊？对啊。Yuki，
这位是何警官，今天为大家讲防狼术。不是是我打你吗？怎么是你啊？对啊，这么巧啊。那今天就跟我一起做示范吧。还来啊？不愿意啊？愿意，你们合作嘛，愿意。一般色狼都会从女性的后方来进行袭击。来，从后面抱住。我不是色狼。这是比喻一下。快点。嗯。抱着你啊。嗯。用点力。哦。一般女性的力量会比色狼的弱，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演示完毕，谢谢大家。对不起。嗯，您的铅笔膏。你们是不是换师傅了？味道怎么不一样啊？师傅没换，就是加料的人说受伤了，休假一天。哦。二叔，二叔，哥，哎呦，谁？把钥匙给我。是什么钥匙？没有钥匙。谁？废话，脖子上挂着的，属于我们的。什么脖子挂着的？不要抓我，不要杀我，跟我没关系，不要再抓我。叔，不是两只鬼吗？哎呀，你胡说些什么？乱七八糟！这小子又犯神经了。哎，某珠宝集团为纪念高氏好心湖重建，特意设计了一款独一无二的新型珠宝，赠予好心湖博物馆。在运输的途中被盗，我觉得这是个有组织、有策划的犯罪集团，而且还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，所以即使整个过程中被监控，我们都没有办法找出原因。阿明，你调当日的监控去技术科，看看可不可以收集有关的证据。是。我们从犯案的动机入手。雅雅，你看一下当日有份参加的人的资料。是。你们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？哇，
什么贼那么大胆？先管自盗呗。你有没有那么无聊啊？谁叫你不理我呀？等一下，昨晚是不是你？不对呀，两个人，钥匙，钥匙，脖子上挂的，什么鬼呀？你在说什么呀？雅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？没事，我就在想一个案子。你是在想那个新闻播的好心魔案件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在严密的监控之下，珠宝还是被盗走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好像魔术一样，嗖的一下，东西就凭空消失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一本侦探小说里面看到过类似的案件。侦探小说？哎，哈哈，哈哈。哎，得了得了，你忙你的吧。哎，大力，你要是真的想帮我，就在米糕里多加点料，谢谢。福尔大力，推理很准的，邻居丢的东西都是他找回来的，很厉害的。大力，怎么了？坐。哦，你再跟我讲讲呗。哦，里面有个故事，就说一个魔术师利用镜像原理把珠宝盗走了。所以我觉得吧，这次的案件，那个运送珠宝的监管其实就是个魔术师。我觉得这次是一个监守自盗的案件。大力，富尔大力，你太棒了。哎，丫丫，完了完了，老板娘没戏了。哎，文文，究竟怎么办嘛？嘿嘿嘿，慢慢来。讨厌，讨厌。你先去房间。哦，好。来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白叔！哎，来了！哎呀，荣琪！哎，你来就好，还买什么礼物呢？真是的！哎，太好了！哎，真是的！你在大力房间干嘛？她是我女朋友，是我女朋友，是真的！星儿，星儿，她叫荣琪！真的真的！来，你看，我们是第一次！大力回来了，大力！丽丽。丽丽，丽丽，来了，坐坐坐坐，好胖呀！坐坐坐，要不要看电视啊？好啊！特别新闻报道：某某珠宝集团高管经手自盗，在运输的过程中，把为纪念我市好心湖重建而打造的好心湖宝石盗走。出事后，经警方调查，此名高管之前是一名魔术师，他用折射。你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什么东西顶着我呀？这段时间你老带着这个。哼，我就说嘛，肯定是那个何雅雅送的。富尔大力，你来了。今天来是特意感谢你的。哎，不用客气，我也没帮什么忙，还是你们厉害。嗨。啊，对了。这个东西是你送我的吗？不是啊。哦，
那就没什么价值了。别扔啊，扔了多可惜啊。你喜欢，那送给你吧。好啊，我帮你戴上。嗯，进来。不值。什么事？我想向您推荐一个人，其实您也认识。嗯，大力，进来。歌姨，原来是你啊！我听雅雅说，你的推理能力很厉害，最近帮我们破获了几件案件，看来你有你爸的基因啊。歌姨，你就别笑话我了，你看着我长大的。我从小胆小怕事，你也知道，只是碰巧而已。什么碰巧啊？上次那个劫匪把马桶改成了暗道，牛大力一眼就发现了。还有上一次。好了，你说了那么多，究竟想我怎么样表扬大力呢？不如开个表彰大会，表扬一下咱们的好市民牛大力，再招他为辅警。可以体现咱们警民一家亲，共同建设和谐社会。好吧，那就交给你安排。嗯，大力啊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有事要和雅雅说一下。哦，好，郭毅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我收到线报，最近毒品以不同的形式掺杂，有上升的趋势。我想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调查，由你来负责。是。雅雅，我和你爸爸以前是拍档，20年前在一宗国际毒品案里面，大力的爸爸牺牲了，当时你妈妈也出了事儿，你刚出生没多久，你爸见你没人照顾，为了你离开了警队。我想提醒你，在办案的时候，无论你的能力有多高，你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，事事小心，不可以硬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郭爷，我觉得您每次提到我爸都特别那个。在警察局里面叫我郭局长。是郭局长。啊，郭局长，那我先出去做事了。有空来接我啦？什么声音都比不上我这个宝贝女儿啊。和你去你最喜欢的餐厅吃饭。好啊、何叔好。和阿丽一起吃饭吧。嗯，走，一起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，我待会儿还得送外卖呢。好，那就下一次吧，上车。嗯，这链子还挺好看的，新买的。朋友送的。你最近经常和大力在一起是吧？哪有。不如这样吧，叫他来公司帮我工作。啊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。我叫志去办吧。嗯嗯，好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觉得今时今日
这些东西还能威胁何正龙吗？你错了，该有的他早有了，现在能让他同归于尽的只有一个人，他女儿。还有 U 盘的资料有更改。什么意思？何正龙在 U 盘里面做了手脚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如果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，你还选择跟我合作？丫丫你真好，明知道我请客，为了帮我省钱愿意来这里跟我吃饭。嗯，你可别误会啊，我来这里吃饭是因为我喜欢。怎么可能，你这天津大小姐怎么地也要去五星级酒店吧。嗯，你爱信不信。哼，反正我也不喜欢当什么千金大小姐。怎么了，放着白雪公主不当，想当神奇女警？嗯，说对了，来让咱们为正义干杯。好，干杯。老板、嗯、帮我打包两斤濑料虾，还有一只白企鹅。哦，好，要快点。好，白企鹅要最肥的那一只。好，没问题。狗哥，明天等几个妞上船之后就没问题了。小心隔墙有耳，在外面什么话都能乱说吗？狗哥你别老打我，会傻的，我本来就笨。我看你是智障的。这两个人有问题，赶紧跟丫丫说。哇！啊，狗哥，我都说没人的啦。嘿，嗯，去。老板，已经打包好了。雅雅，那两个人有问题。我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，听到他们说。什么妞啊上船之类的，我觉得要不我们跟上去看看。嗯，走。快点吃。大哥喝酒。大力，你在这盯着，我去叫志远。好。没大没小。大哥，大哥你先吃。我先出去一下。好。狗哥，要不咱俩玩一玩。哎呀，这妞不错呀。这个我的。哎呦！别动！警察！别动！别动！我们是警察，现在你们安全了，别动！别怕！别动！
上。你误会了，他们有问题。你看，对，他说的没错。我怀疑他们体内藏毒，要马上送往医院。这些人渣！雅雅，雅雅，冷静点！雅雅，冷静点！放开我！雅雅，冷静点！维护社会。超能力，我一定会用它来维护正义。牛万叔，今天辛苦您了。哦，何大慈善人的千金啊，失敬失敬啊。万叔啊，您对我爸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真的以为你爸赚的钱很干净？这个，我们都是被逼的，放了我们吧。是老板吩咐的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为什么？大力，你怎么了？雅雅。杀人了！什么？那边杀人了！那边有人！你别疑神疑鬼的，哪里有人呢？尸体啊，就这两个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，爆死掉了。我说你是不是侦探小说看多了？不对呀，太干净了。丫丫丫丫，文叔啊，喜欢吃啥随便点，随便几个小菜就好了。哎呀，都算我的。谢谢你啊。一家人相亲相爱，真是羡煞旁人啊。你给我干活去。荣琪啊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么照顾大力，还请我吃饭，我真的不好意思了。哎，真是。真的没关系的。啊，今天的海鲜新鲜呀。给你来斤牛蛙好不好？嘿呀，文叔喜欢吃海鲜，快去下单啊！真是的，太客气了，你还真的点了虾，还点了螃蟹、啊。文叔，你吃这么多啊？哎，大家一起做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哎来来，荣琪这个，哎呀，你看这个。
我们可没有这个福气。我什么都不会，你们公司为什么要请我？老板吩咐的，年薪100万，明天过来上班。我就是他老板，你想在我这挖人，你走错门了。你自己好好考虑。正龙集团，老板吩咐的，是老板吩咐的，老板何正龙。别碰别碰别碰，站住，放下枪放下枪，站起来，把枪递过来，递过来。双手抱头，转身，蹲下。对不起了，合作愉快。滚！好久不见，我来找你是有事和你商量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不是一直怀疑是我杀了你大哥吗？是。我是怀疑你就是杀我哥的凶手，但是我没有证据，而且我还要保护牛大力，所以我只能装疯卖傻。不用猜了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没错，你大哥是我杀的。果然是你杀了我哥，你终于肯承认了。当年他们绑架了我老婆，要挟我，然而又碰上了掌握我证据的犯人，我没办法，只能杀了牛勇。那你能放过牛大力吗？如果我真的是那么残忍的话，你们两个能活到今天吗？我现在还会坐在这儿和你聊天？我知道，我是没能力和你斗的。这个，就是我来的目的。
我会给一笔钱你们两个，尽快离开这里。好，好呀。如果我杀不完他们，为了保护雅雅，我会去选择自首。到时警方一定会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杀不杀牛友？不杀牛友，我就杀你全家。杀不杀牛友？不杀的话，下一个就是你的女儿。我杀，我杀，我杀！爸爸为你，宁愿一错再错。啊，小时候，我爸经常带我来这玩，后来越来越忙，就没带我来过了。大力，今天谢谢你能来陪我。你怎么了？丫丫，要是你爸做了违法的事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最近几宗案件里面，我发现很多线索都指向了正龙集团。其实你这么聪明，只要抛开你跟你爸这层关系的话，我觉得你可能早就发现了。时过境迁，再多的委屈不露表面，是不够勇敢，不懂埋怨。不许你重伤我爸。雅雅，我知道你想保护你爸，但是你走。你听我说，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你走啊，走啊。不想抬头，赤露我车脸，让开路人可能的视线，让晴天永远变成了今天。一天一天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对，就是那个女孩。不好！雅雅，雅雅，雅雅！喂。晚上，不可以进去了。哎，先生，哎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先生，你冷静点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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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上。先生，你冷静点。
静点，冷静点，先生，不要这样子。何董啊，你要自首报仇，我不能和你陪葬。桂姨，我说的死是正龙集团，是正龙集团的人干的。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，但是你无凭无据，不可以往下定论的。我有证据，我有个笔记本，是专门记录案件心得和线索的。最近几宗案件里面，我已经发现正龙集团有问题了，只不过笔记本不见了，我怀疑是我叔拿走了。你说是你叔拿着你的笔记本去找何正龙，然后被杀？对，就是这样。而且我叔好像一直怀疑我爸的死就是跟何正龙有关。不可能，何正龙和你爸爸从小玩到大，他们两个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他绝对不会杀你爸爸的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正龙集团一定是正龙集团，一定是他们。你不用再说了，出去，反正我会调查。郭姨，郭姨，郭姨，有没有见到雅雅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可能出事了。你越来越擅作主张了啊！不可能！为什么杀牛丸？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。董事长，郭局长拜访。出去。那么有空过来找我。龙哥，你还记得以前我们跟阿勇一起在警校，还有我们一起做刑警的日子吗？记得。我和牛勇一起长大，我们一起进警校，一起出生入死，我们是最佳搭档。后来遇到你这个警花，如果不是我结婚结得早，可能你会嫁给我。这次过来不只是想叙旧的吧？我想看一下你还有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，你还没有忘记我们之前心中的正义，看来你还记得。当年勇哥出事之后，你情绪失控，局长让你不要处理这个案件。尸检的时候，我们在勇哥的手里面找到了一颗警服的纽扣。怀疑我？龙哥，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以附托感情的人，我不会怀疑你，我更加不想怀疑你。坐好，你不要让我知道什
上放了我女儿，不然我杀了你。怎么样，我车技不错吧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驾照卡了三年，还打了六个教练，八个辞职。过奖了，过奖了。何正龙的车，跟上。Yes, sir.姐姐，赶紧报警，就说何正龙在这里有重大交易。Yes, sir. 可是莉莉，你要小心点啊。你这个混蛋。何总，你是知道我要什么的，这里一船货值十个亿啊。还有你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想一起死吗？把麦迪卡将军的礼物给我。哦，我给你。原来信物是戒指啊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他给了多少钱你们？我出双倍。以后多少倍由我说了算。杨震，你干什么？谁出来？何正龙来。何正龙，谁杀了何正龙？我给他一千万，杀了他。小姐，谢谢小姐。扔。哦。愣着干嘛？走啊！哦，不用管我，走！我叫你放下枪，放下枪！上！啊啊啊！干什么？背后！原来是你的外卖仔。你知不知道
是他杀了你老爸，干掉他！来呀、啊！你不是我爸朋友吗？为什么杀我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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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杀大力！我求求你，别开枪！闭上话呀！我求你了，不要开枪！杀！杀！哇！大力！哇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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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是我爸，他也会这么做。大力，大力，怎么样？雅雅，我是不是很勇敢？你是最勇敢的。大力，坚持住，你们会没事的，信我。你们两个过来帮忙。何正龙，现在怀疑你。牛勇是我杀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爸，一直以来，在我心目中你是最善良、最伟大的爸爸。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？为什么？对不起。爸，我当上独警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，维护正义，保护人民安全。千生难想，你就不要学人家当辅警了，还帮人家挡枪，你也很想摆上去吗？谢谢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，现在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。啥？你当我是你妹？哎，你妹的，你妹妹，我在你心里只是你妹妹呀。哦，你妹妹，你妹就你妹吧，来，当着咱爸咱叔的面来结拜吧，哥。雅雅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爸害了大力还不够惨吗？这个是不是你妹？是的话一起结拜算了。雅雅，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。只要我们都有一颗正义的心，就足够了。大力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呀，以后可千万别再随便挡枪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不是每次都这么幸运的。要是再给我选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为正义挡枪，因为我运气好啊。这样才是真正的行运神探。你还想再来一
山多